随着疫情拉警报，出入公众场所时务必要戴上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三重区长陈其正日前率领公所同仁前往人潮比较多的公园以及市场，提醒摊商或是民众要确实遵守。因为疫情升温的关系，原本人潮众多的公园人数明显减少许多，但还是有不少长者出来走走。三重区长陈其正特别和公所同仁前往宣导防疫措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三重区公所吼。那因为现在那个疫情升温啊，在户外记得要保持社交距离。那户外的话是1公尺以上，室内的话是1.5公尺以上。啊，如果没办法保持社交距离，记得要戴上口罩吼。接着一行人又来到附近的传统市场，依然可以看到不少民众出门采买。区长也提醒，无论是摊商或是采购的民众，还是要记得戴上口罩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，那很多民众还是会到市场做相关的一个采买工作。那这个区块我们也预请说，市场的这个摊商跟我们去现到市场就去采买的民众，还是要因为疫情严峻，所以务必大家要戴好口罩，避免造成这个相关的一个传染。不少采买民众看到公所特意来到市场宣导，都给予肯定跟支持。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唯有全民一起配合防疫措施，才有机会让这波疫情和缓下来。记者沈仲林、景瑜三重采访报道。